全部都没有水了啊。哎呀，很夸张哈，我们基隆应该很难下雨。对了，过来，很夸张，太夸张了。民众大声痛骂，因为号称雨都的基隆竟然缺水，预计30天后将面临全市无水可用的窘境。现在已经有社区没有水了，民众好心慌。水什么时候会过来？我们都没有水哦。哎，真的，都家里都像哎拢袂使。水真的没了，自来水公司赶紧派遣水车到社区紧急救援，民众纷纷拿出水桶取水。供应基隆用水的新山水库水位明显下降，露出光秃秃的边坡，还有许多枯萎的树木。现在新山水库蓄水量只剩56%，仅可供基隆地区30天用量，已经影响约4000多户。目前是因为供寮的水它有减量，我们在中正跟新义的那个高地地区比较供应不到。自来水公司紧急做出调整，原本新山净水厂供汐止地区的水减少50,000吨，改供给中正和信义区，而汐止区的水则由台北支援供应。有雨都之称的基隆竟然缺水，民众傻眼又无奈，只盼早日天降甘霖，让供水恢复正常。记者朱丁龙、王一德，基隆报道。